请观赏《燕双飞》。姐姐，你在做什么？那天你说这件衣服有点紧了，我再帮你看一看能不能把它放宽一点啊。你根本不用费心了，反正我的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。今天展伯母还说，我根本就不应该去参加虎豹月的婚礼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说我肚子会丢人，不好看。张元呢？他知道他妈妈不让你去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说不用理他妈妈，叫我一定要去。那你想听谁的？张元的，还是展伯母的？我是想听怡恩的，可是我又很怕展伯母。你知道吗？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眼睛对我一瞪，就好像魔法师对我施魔法一样。我怕我不听他的话，他的魔法会惩罚我。那你把这些话告诉怡恩了吗？我跟怡恩说了，怡恩说不必管他妈妈说什么，还是要我一块去啊。可是你们不能不理会展伯母啊，她是你未来的婆婆，你要是惹她不高兴，那是一件很不好的事。那怎么办啊，姐姐？妍，妍，你听我说嘛，我所以会跟陈妍那么说，也是为她着想嘛。你想想看，她挺着个肚子，那天客人那么多，人家要是问起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哎，宝宝什么时候生啊？那多尴尬呢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嘛，你如果不让她去的话，我也不会去参加表哥的婚礼的。那怎么行呢？你表哥请你当男宾相，你不去怎么行呢？我跟他是一起的嘛，他不去我当然不去啊。哎，爷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去看程妍了，今天是她产检的日子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应该到医院去啊，傅兆梅跟你爸爸还等着你开会呢。医院有傅兆梅就可以了，可是程妍产检不能没有我。爷呢？
你表哥结婚那一天，你不会真的不去吧？你要是不去，可得罪人哦。你还是坚持不让陈莹去吗？我所以这么说，也是为他着想，他都不在乎，我还有什么好反对的？妈，你放心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已经帮陈妍设计一套礼服，保证她穿起来啊，没有任何人看得出她有什么肚子不肚子的。华叔叔，华叔叔，华叔叔，星期六我得早点下班。哦，你有事？星期六中午，胡宝爷和古玉辉结婚，他们可能要请我跟展妍做伴郎，所以我得早点到。展妍，他倒有心情为别人的婚礼忙啊。那么他自己的婚礼呢？我要他们两个去公证结婚，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我消息呢。他们展家到底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呢，还是根本就没有把华晨宇往心里放？华叔叔，华叔叔，您先别生气。这一阵子，展毅的生病住院，德勇却群龙无首，忙成一团。他们或许真的忙不过来展莹和陈莹的婚礼。不过前几天，展伯母把结婚用的钻戒先给了陈妍，可见他的诚意还真不错。你说什么？展家的人把个钻戒先拿给了陈妍？是啊。陈妍她接受了吗？陈妍她很高兴啊，她拿给天文看，也拿给我看啊。荒唐！荒唐！这简直就是荒唐！咱家这么做分明是在侮辱我们。催他们赶快结婚，他们就拿颗钻戒来搪塞我吗？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了？三岁的孩子吐糖吃吗？陈燕和乙恩的婚事办实不办，一句话直截了当说清楚，用不着含含糊糊的。我华德师乐在养我女儿一辈子，难不成我还得祈求他们展家来娶我的女儿吗？在这怪模怪样的做什么啊？天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陈妍，蒋家给你的那颗钻戒，你马上给我退回去。还有，还有古玉辉、胡抱月的婚礼不准参加，知道了吗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怕我的肚子被人家看见？宝宝，我跟你说。李恩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，他做了两件 A 字型的礼服哦，穿上去啊，根本看出来什么是肚子，什么不是肚子。我要你们两个去公证结婚，咱家到底怎么说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先去公证结婚的话，那别人会误会，说我是因为肚子大了，所以才先上车后补票，所以他们想说，等展波波出院以后，再帮我们举行一个。体面风光的婚礼，这样子人家就不会想说我是因为大肚子才要结婚的，而且这样子也很有面子啊。爸爸，你不是最爱面子吗？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，你觉得呢？根本就是存心拖延嘛，这种说辞只能骗你这个智力还像个五岁孩子的脑袋。可以这样看不起我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我是你的女儿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像一个那样，总是说我好聪明，好聪明？你为什么就是不了解我呢？你应该爱我，你们婚纱照都已经拍了，当家人替我买了新的房子，钥匙也都给我了，还有那个钻戒，展妈妈说迟早都是我的，所以她也先给我。他不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为我设想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说他们是存心要拖延呢？我知道，你就是心急。你为什么不能等呢？我们都能等呢。陈妍，陈妍，哎，华叔叔，陈妍有事你受不了自己，你就别再叫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惹的祸。您不放心的话，我上去看看他。
再生气啊，不要生气了啊。我才没有在生气呢。好好，不生气不生气，不生气最好了，千万不能生气啊，你一生气啊，这个小宝宝就变成了生气宝宝了。蓝天宇，你最讨厌的了，你到底跟我爸爸说了什么？哎，我爸爸为我发那么大脾气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嘛。哎，那展老太婆送给那个结婚戒指，你不是也很高兴拿给我们看吗？那华叔对展言不满意，我就拿这件事出来替展言说话啊。那谁知道华叔听得更光火，我也很无辜。哎，哎，陈言，不过你回顶华叔的那一击，你真的很神勇。哎，我也觉得。哎，本来啊，我一直都是很怕我爸爸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他只要一发脾气，我就好害怕哦，会赶快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哦。刚刚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不害怕了，还那样把他凶了一顿呢。是吗？陈燕，你刚刚跑上楼以后啊，华叔叔的表情啊，真是玉足的不得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想啊，这和你肚子里宝宝有关系。跟我肚里的宝宝有什么关系？嗯，你没听人家说过吗？这母亲怀孕了以后啊，小宝宝呢就住在母亲的体内，所以小宝宝的脾气呢会改变母亲的脾气。我想啊，你这肚子里小宝宝一定是很勇敢，所以呢他把你改变成很勇敢了。是吗？嗯。宝宝好勇敢哦。嗯。陈燕，燕，陈燕，看看你，哇塞，太漂亮了，哇塞！真的，燕，你看得清你鼓起来的肚子吗？你太漂亮了，天底下没有人比我孩子的妈还要漂亮的。燕。董事长夫人有要紧的事情找你，请你赶快过去一下。好吧，待会见喽。拜拜。陈燕，姐，这里人好多，我们赶快继续找位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对对对，服务，站长，站长，站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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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坐坐坐，坐坐坐，我坐坐坐，坐坐，你也坐。真的，我们有位置得坐了，不然回头找不到位置了。哎，陈岩，我们坐那边吧。不行，我们要选那边前面的位置，要不然就看不见新娘子他们哎。哎，陈岩，陈岩大概是想看女人吧？才不是呢，姐姐快点了。哎，我们坐那。啊？哎，你坐这边，我坐这边。哎，陈岩。这是留给主婚人和证婚人的位置，我们不能坐这里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你看这边位置还很多，先坐下来再说啦。陈岩，我们到后面去。嗯，不要紧啦，婚礼就要开始了，我坐这边才看得到。不可以，陈岩，不要，走啊！我不要了。怎么吗？这不是你们坐的位置，带着你姐姐到后头去坐吧。哎，姐，这里有位子，对不起啊，借过一下。陈姐，先坐了，坐了。
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今天是古玉辉先生与胡抱月小姐的结婚典礼，现在典礼开始。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哪里，你跟你姐姐才漂亮呢。你相不相信啊？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怡恩设计的哦。真的？哎，怡恩真是了不起哦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祝你们爱河永浴，百年好合。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证婚人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，了不起啊！主婚人，主婚人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好好吃，来，我敬你，干杯。哎，宝贝，你别喝那么多，当心醉了。放心好了，我喝不醉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喝。宝贝，我喝酒啊。哎，赵老师啊，赵老师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，干杯。哎，宝贝，你喝太猛了，不能这样喝。你可以再喝了。哎，师姑啊，来，我也跟你敬一杯，来，干杯。你别干，我不会喝酒，你少喝点，宝贝。哎呀，不要叫我宝贝了，我现在已经改名字了，我叫包心开。心呢是心脏的心，开呢是打开来的开。包心开，为什么不叫包开心呢？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干嘛拿我寻开心啊？啊，对不起，黄先生。我敬你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宝贝，别再喝了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！宝贝，要控制肚子喝酒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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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，陈姐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陈姐好，陈姐，陈姐好，哎，你陈大哥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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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陈姐，好，谢谢，恭喜陈姐，甜甜蜜蜜，长长久久哈，谢谢，拜拜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拜拜。
恭喜了，新年好漂亮啊！谢谢，来吃糖，吃糖吃再糖吃，谢谢。老叶，咱们柜子，谢谢你，好好听话，谢谢。老叶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黄老师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哇，哎，你不是说好带我到楼上房间里去？宝贝，你喝醉了。谁说我喝醉了？你自己昨天明明答应我的啊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走开！走不到上房间里去。你放开我！叫你放手，就让我没了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身上多管闲事啊！你是瞎子啊你！哎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离开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身上多管闲事啊！你是想死啊你！哎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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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放手啊你！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你放手！宝贝，干什么？宝贝！哎，你怎么打我儿子啊？是你儿子先对华老师不礼貌的，干你什么事啊？宝贝，有话回去再说。哎，这你回去再说。饭的时候，包贝塞了一张什么东西到我手里，我没看啊，大概啊又是一些发神经的无聊话吧。什么发神经的无聊话？谁知道他常给我这种字条，都是些荒唐奇奇怪怪的话。哎，给我看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都扔了。你哪有扔掉？我明明看你握在手里，你扔哪里了？你扔哪里去了啦？那他以前写给你的那些纸条呢？我都扔掉了。像发神经的小伙子在说梦话，理他做什么？先洗澡了。哎哎干什么？去叫华开言出来！你别胡闹了，再胡闹我就叫警察了。是华开言约我来的，你快去叫他出来啊！喂喂喂，好像有警车来了，快走！我们会再回来的。您的建议我会注意的，多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学校来。校长，我对学校所有的校务是非常之热心，是，所以每次开家长会我是一定会到，对我们包贝在学校学习的情况我是非常之关心。是是是是，哎，包董事长对学校也非常热心，哎，非常慷慨的。所以校长，这次华老师事情你一定要彻查清楚，不要让我们包贝再受委屈了。您请。慢走啊，慢走。包太太来见校长，那很平常啊。包先生是家长会长，对学校出钱又出力，也许是校长有什么事需要麻烦包太太。也许是我多心了，只是包贝最近的行为很不正常，很不像话。像昨天在胡包月和古玉辉的婚礼，他就喝了好多酒，不停地干杯。我想他现在是高三，升学压力太重了，又染上喝酒的习惯。花老师电话啊，谢谢。
喂，是，我是华老师。校长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请坐，黄老师。谢谢校长。黄老师，你带领高三人班做他们的导师，一向把学生教导得很好。但是，今天包贝的母亲包太太来见过我。包贝是你班上的学生吧？是的，校长。包贝人很聪明，成绩中等。最近可能是升学压力的关系，情绪不太稳定。是的，但是包太太对你有意见，她认为你太年轻，学校不应该派你担任高三的导师。老王，我告诉你啊，下次看到那个混小子包贝，你就来告诉我，我会好好修理他的，看他敢不敢大门口大嚷大叫的胡来，知道吗？好，知道了。包贝原来是开研班上学生啊。包贝他老爸包弘仁好像是古玉辉他爸爸老搭档，人家都叫他矿大王，而且啊，听说还有四个老婆哎。啊，包新开的爸爸有四个太太啊？我告诉您啊，包贝呢把他名字改成包新开，就表示他心里面啊爱着华开颜。他才几岁啊？怎么爱我姐姐？这就是少年包贝的烦恼啊。真是，身子才好一点就急着要出院。行，我医生说了，出院可以，要好好休息，不能太劳累。阿丽呀，给老爷倒杯水。我先打个电话到公司。不行，公司有护照没打也就行了，有事他会打给你，用不着你打给他。爸，人家护照没来电话，就代表公司没事嘛，你就放心了。哎，你们坐。谢谢展伯伯，谢谢展妈妈。哎，爷爷，来，吃点糖，吃巧克力。没关系。嗯，多拿一点。好吃。够了。谢谢。哎，我说程爷呢，你展伯伯可算是出院了。可以有很多时间来帮你们张罗婚事，怎么？你们打算在哪个饭店请客？展波波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一切就听展波波还有展妈妈的安排。陈爷，我们展家只有严这么一个儿子，严结婚当然是应该风风光光、气气派派的了。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多，你爸爸呢也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。所以我们两家联姻，这可是件大事儿啊！别说是接到帖子了，就算是没接到帖子啊，不请自来的人啊，也大有人在的。啊，所以我想大概要开个100桌吧。至少得100桌呀！100桌啊，光敬酒敬累死人呐！别说不吉利的话，结婚是喜事，要开心嘛。我是担心爸跟你的身体吃不消啊。是啊，展伯伯，敬酒很累的。我看我们不用请那么多客人嘛，就摆2桌酒席，一桌请我们的家人，一桌请我们的朋友，这样就够了。2桌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展一德跟华德师的儿女结婚，请2桌，这不是让人家笑话吗？好了，成爷了。酒席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，自然会有人去办。爷，你得好好带着程岩去做几套礼服，他要什么给他什么，不要省钱。你看我爸多疼你啊，他以前对我没那么大方呢，一天老跟我讲说信用卡不要乱刷，那钱不好赚啊。现在不同了，程岩已经是我们展家的媳妇了，我一直就想有个女儿啊，现在不是如愿了吗？哈哈哈哈，你
都不吃糖呢？巧克力手上都化了。哦，我忘了。你都快变小花猫了。嗯，不要擦，不要擦，过来过来，不要再擦，不要再擦。等着看好了，我今天一定有办法叫华看眼乖乖跟我们出来玩。包新凯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每次说要找他出来，没有一次成功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他爱你爱得发疯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、啊？你们懂什么啊？华看眼他当然爱我了，不信啊？你们看，华看眼开门啦！我们带你出去玩。华看眼开门，我爱你，华看眼。我们爱你，花开眼，就是这些小黄狗。花开眼，我们爱你，花开眼。拿嘴巴子吸，不要活，把这个放好，放好，放好。张宇，你们注意啊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住在这里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住在这的那个拖油瓶臭乌龟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你妈带来的拖油瓶臭乌龟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这个小混蛋，你胡说八道！啊！你还不快走？还不快走啊！快走！咦，我们家门口怎么那么多人？走，走，怎么样啊？啊！蓝天宇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人家打架？那个包贝又来胡闹，说是要约华开宇出去玩，被我好好教训了一顿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再来？哎，哎呀呀呀呀！金宇啊，你腿没事吧？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包贝是属狗的，打不过我就咬我。啊、那怎么办？包贝真的疯了。哎呦，痛吗？痛啊，全身都痛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要不送你回家？不行啦，绝对不能送我回家，我不让我爸妈知道。你爸爸还是不准你跟我在一起玩，对不对？哼，你看着好了，
改天你长得秃瓢乌龟算账。宝贝，宝贝，把床下车都打呀！对不起，阿飞，你瞎眼了，拿不好算你塞到宝贝身上。宝贝，你还好吧？好你个头啊，痛死我了！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啊！姐，我跟你说，刚宝贝有来哦。什么？他好像喝醉酒了，就要来闹事，硬说要带你出去，连那个老王啊都挡不住他。幸好啊，后来蓝天宇来了，找他理论，打发他走了。那蓝天宇怎么样跟包贝理论？相骂或打架吧。他现在人呢？谁啊？包贝啊？我说蓝天宇。你要找他吗？不用了。陈嫂，司机准备好了没有？陈嫂，宝贝，你怎么一夜没回来啊？哎呀，宝贝，你是怎么了？哎，宝贝，你怎么了？痛啊！我筋扭痛啊！你是怎么了？弄成这样，让妈看。妈，拜托你不要碰我。怎么回事啊？快跟妈说呀！讲话呀！是怎么了？说话啊！太太，花开言，哎，你为什么勾引了我儿子，还要找人打他呢？包太太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晚上约他到你家来，然后你又找了一个人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我现在就是来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是想官休还是要私了？包太太，我请你把事情弄清楚。我什么时候约你儿子到我家里来？好了，你不用再狡赖了，我儿子已经把你怎么勾引他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。我的儿子从来不会骗我的。他现在啊，你儿子现在在哪里？在医院吗？在医院？你还想诅咒他？他如果在医院，那你就该进法院了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那么说你儿子现在在家里咯？当然在家。我问你，你找人打他该当何罪？就算我不报警，明天一大早我也会到学校去找你们校长。我先生包董事长他说啊，要找几个记者在报上登你们几篇，看你们将来怎么做人。包太太，我能到府上去看看包贝吗？你看他干什么？
难道你又想找一两个打手去把他打一顿吗？我只是想和包贝说几句话。你说他从不说谎，我也是个从不说谎的人。我想和包贝说清楚，如果是我对不起他，那么要报警或者见校长，随你们便。如果是包贝诬赖我，那我也想请记者替我说几句公道话。什么？哎，你害了我儿子，你打了我儿子，你还要找记者说他的坏话？包太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们应该把事情弄清楚。海燕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包夫人打电话来需要你。爸，这位是包太太。包太太，刚才我先生打电话来，他怎么说？希望开言到你府上去一趟。好啊，我也想去看看包贝的伤势怎么样了。好啊，既然我们包董事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回家等你喽。姐姐，那个包太太好凶哦。开言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爸，昨天晚上我的学生包贝跑到我们家门口大吵大闹，结果是被天宇赶走的。是啊，爸爸，天宇说包贝好恶心哦，讲话很肉麻，还带着两个小太保哦。那个混蛋小子是不是你约他来的？当然不是了。你怎么变糊涂了？我糊涂？你怎么不问问天宇是不是真的把人家揍了一顿？那个混蛋包贝，他居然骂我是拖油瓶的，他是从哪儿听这种话的吗？好了，天宇，算了吧，你难道要在我面前不停地骂他吗？我。喂，妈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现在必须马上到包家去一趟，我知道怎么做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拜。天宇，你真的动手打了包贝了吗？没有，那是包太太胡说八道。妈，你相信我会打人吗？包贝说要进来找开言，我不让他进来啊，他就说了几句粗话，我当然我也说回去了，他推我我也推他，他走路不是很稳，看来好像喝过酒的样子。天宇，他是一个人呢，还是有人陪着他？他们一共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头发长长的。那另外一个是长得其貌不扬，胖胖的。嗯，是。蓝大哥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他们是些什么人？是和包贝鬼混的年轻人。华叔叔，我们现在得到包家去一趟，一切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向你报告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。
包先生，包太太，华老师。华老师啊，你为人师表，哎，怎么要捉弄我儿子呢？还说什么要跟他谈恋爱啊？这是包贝自己说的吗？是啊。那请你把他叫出来，我必须听他自己怎么说。对不起，包贝今天人不舒服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当然会不舒服了。他喝了什么酒了？他有本领喝了酒乱造别人谣言，难道就没有本领出来面对着我们说话吗？乱造谁的谣言了？哎，是你把他打伤了，你现在还要无中生有、黑白颠倒、乱讲话。什么人无中生有？什么人颠倒黑白了？就是你。好好好，不要吵了。哎，娟娟，去把他叫下来。哎呀，他身体受了伤，他需要休息嘛。我让你去把他叫下来。在大雨刚停的夜晚。